地上又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大事件呢？现在就带您去一一回顾。1920年8月26号，第19条修正案终于写入美国宪法，美国女性获得投票权，女权领袖之一的凯莉利用媒体发挥影响力，获得男性支持。2003年，美国哥伦比亚号太空船在返回地球途中，在全球观众透过转播之下目睹太空船爆炸解体，而调查报告出炉。调查员也认为航空总署在管理上太过自信，忽略了安全问题，导致哥伦比亚号解体，7名太空人全数罹难。1974年，首位完成单人飞越大西洋的72岁美国知名探险家飞行英雄林白在夏威夷加州逝世。以上就是历史上的8月26号，华语新闻综合报道。